Hello 啊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乌斯。晚上好，我今天进组前给大家录一个 vlog， 你们催了很久的 vlog， 今天要更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来到了迪士尼，这是两年之后第一次来到迪士尼。不知道下一次来又有什么时候，所以今天要戴上眼镜，要看清楚，看清楚新黛露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兴奋，还是我一直就是换地方换床，我就会睡不着。今天早上8点睡的，然后现在是10点多，睡了2个小时吧，就是很兴奋，好奇怪。多么清晰的一天啊！第一次收到签名照，各位公子，哦，公子，各位公主、王子的。还有米奇的，第一次收到签名照，我就是感觉这个心情还挺奇妙的啊。化完妆了就很快，我自己化的话就只有眉毛、眼线、眼影、口红、底妆。准备出发啦！今天又来炫第二个冰淇淋了，今天是迪士尼狂炫冰淇淋了，迪士尼狂炫冰淇淋的女艺人就可能只有我了，迪士尼狂炫冰淇淋的我。笑飞象，因为上面是草莓干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嗨嗨，我们刚刚玩的一身都湿透了，然后我们就回去换了身衣服，然后我们就来下午茶啦。没有这么多甜品，小朋友的位置好可爱。今天的一天应该叫做沉浸式吃播。我今天是把基本上这个里面的吃的都给吃了。当当，当当。今天是沉浸式迪士尼吃播的最后一餐牛肉饭，已经吃完了。